所以佛家大乘修学的时候，这个中心的理念啊，原理原则是立心一时参啊，它不叫想，不叫研究，叫参究啊，参就是不用心一时啊，不用分别，不用执着，不用妄想。我们现在讲是直觉，现在人是这学的叫直觉啊，用这佛法里面讲的很多，但是会真正会用的人不多。这个缘故在哪里？没有放下自私自利，所以他就不会用。啊，这是我常常劝勉大家的：自私自利放下，是非人我放下，五欲六尘放下，贪嗔痴慢放下，你就会用。啊，你就会用惯了。